亚洲男人在家如帝王，老外个个羡慕不已。我交了日本女朋友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过女生过去帮你拿筷子，你的东西还帮你倒酒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啊？我老婆天天都这样啊。你看你这个，我就羡慕。不要偷形象。有一天我跟她说，哎，没关系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不爱我了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